我叫杨海军，从小走云贵川这个方向，被拐卖到安徽省蚌埠市。那我在天津，他们咱姐夫他上那边做买卖，他问我哪儿的，我说我在广西，我也不记得。我自己叫啥名，姓啥也都不太清楚，就记得我爸给出来了。有一天，在农村的小卖部玩，说王永福，你爸又来找你了，拉着棍子。然后我告诉我奶奶，我说我爸来找我，我奶奶就告诉我你赶紧出去吧，家里你待不住了。有男以女说带我去找我的亲生父母，火车站门口给我买了一碗面，然后上车，怎么上车的我不知道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在火车上面，我被拐卖了三家。我知道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，所以我在每一家都在跑。先头跑出来的时候，不知道什么叫要饭。就是碰到两个人，他告诉我的，阿姨呀、啊、还是叔叔啊，我饿了，你能不能给我钱？从那开始我才学会要饭。我们小时候不大点儿，就搁那嘎为了生活嘛，然后都是靠那帮，小姐吧，然后给我吃，然后给我们钱，有的是这边还坐台呢，说的。干，等会儿啊，妈下来就领你吃饭去。高尚的人吧，他真不一定说的能有这个慈悲。他们吧，也总感觉是你还比他还低层，他能帮你的尽量帮你。那个时候在北京站啊，也喜欢惹事打架。有一天呢，我把人家那个门牙给打掉，就是要赔五万块钱。给这个打电话没有钱，给他打电话没有钱，但是最后呢，打完一圈电话了，我逼不得已给我这个姐打电话。那天晚上都睡得特别香了，然后呢就给我打电话，姐，你给我送点钱吧，我在北京站。我怎么回事？就说要赔五万。我说什么？赔多少？他就急急忙忙就打车过来了，穿着睡衣，然后取了钱的话，当时没有赔了，赔了五百块钱。我当着所有人面子让雇主就跟我一起回家。就我姐有什么事儿，我都必须上。很无奈吧，户口呀、什么身份证啥的都没得，出门不管是找个媳妇结婚，也结不了婚，也登不了记。这个地方，我小的时候这是我，跟着我父母生活的地方，这里是一。是竹林，这个地方是个塞坝，一个高一个低。这一条路呢，就是通往我亲生父亲家。这是一个山，一直都在去寻找我自己的亲生父母，已经找了接近40年了。亲生父母在我们心中是大如天。一进去之后，就是旁边就是我家，我家完了之后，这里一家房子是塌了的。我们出来就是这里就是一个坝来了，一个大坝。直走的话，就是说直接就到我叔叔家这里了。这是我叔叔家。我也不知道我父母长得什么样，但是呢，在我14、15总做这么一个梦，好像是个父子一家似的。这都是山，这不底下有河流，中间有猪爬，那我都老是梦这种画面。下一步的打算主要是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，第二就是上户口，第三呢就是我的媳妇儿，我要去给她找回来。我很想有一个温暖的家。家里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很好，过去之后当自己儿子一样。他你要有身份证户口本啊，认我当干儿子，然后随手挺感动。